32寸的显示器送走了，换回我之前的27寸的4K 显示器。换回来之后的第一感觉，那就是很小巧、很精致。我之前还用过23寸和24寸的 1080P 显示器，那个时候当我第一次换27寸显示器的时候，感觉真他妈大。但是从32寸换回27寸，感觉太小巧、太精致、太别致了。说完显示器，再说说电视啊。我前一阵子去了索尼的卖场，看了看他家的85、75还有65英寸吧，感觉很舒服，很大。前两天呢，回我父母家，用三星的55寸电视玩了一下 PS5，感觉挺震撼的。但是一回来，在32英寸的显示器上一看，玩 PS5 最好的搭配那就是电视，哪怕是55寸的，坐在沙发上是非常舒服的。